哎，那是行吧，我吃鸡三子，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今儿我真的是我跟你说，我是这，我跟你说，我眼睛这怂都没有怂了呀，哎，我跟我经纪人，哎，闹不起来嘛，你说，哎，这都是，哎，你要都说我四句话出头伤，哎，你看我这到这儿都闹不起来了，我想给他送个十几算，哎，这外面怎么？哎，哪个地儿啊？买个自慰器行。哎呀，这王家买自慰器，我家老婆买自慰器。我爸我算了，我他爸他妈我自慰早搁这娃当饭，他爸打娃打啥用的？我你的祸害嘛！你把我搞好，你不晓得教娃我娃玩具嘛？你教娃啥会玩的时候，你养的我给娃给你来。哎，你也好玩嘛？对吧？娃从小都要没见过啥嘛？这娃从小都要见的。哎，你要聊聊我们二嫂嫂的呀？像我这次就是一个人过来，他都是一个人。你看你嘛，你把帽子都要啥嘛？树村好不好玩？树村好不好玩？什么？树村这儿好不好玩？好玩。你这边待多长时间？待到五一，然后回去一次再过来。这不回去吗？是吧？是啊。你在上学那时候在家？啊，毕业了。哦，你准备在这一直待着？是啊。玩什么在这就？能干点什么先干点什么吧。我是高虎，痛苦信仰乐队的主唱。生于1974年，现在的户口地址是江苏省淮阴市，然后来树村1999年，1997年来了北京，在迷笛上了2年。然后我希望对未来的主动权更多一些。我是南京市后有一二罐头。乌鸦族新街口。这个二罐头1997年不活了，来不进了。我叫张静，江苏南京人，1978年出生。家里有一个母亲，一个姐姐，还一堆亲戚。1999年来的北京，然后1997年。哦，1997年来的北京，1999年住进树村。然后我是弹贝斯的，是痛苦信仰的贝斯手。然后我对未来，我每期都买彩票，未来只要中一期就行了。好。我叫米恩，然后来自天津，1979年出生，由于。一场演出赔了8万多块钱，我来了树村。2001年1月5号、6号、5号，3月份来的。然后我希望所有的地下乐队都变成商业乐队，然后我希望每场演出都挣钱。我叫苏阳，来自辽宁鞍山，魑魅魍魉乐队的主唱，下面还有个妹妹，今年刚到。我叫张斌，是痛苦信仰的鼓手，辽宁鞍山人。有一个母亲，两个哥哥。2000年7月来到树村，加入痛苦信仰。我叫田然，81年出生，河北省石家庄市人，2000年9月来北京，现在是痛苦信仰的吉他手。我叫二友，来自辽宁沈阳，1979年生人。1997年来北京学鼓，然后一直就是从今年吧来到树村的。家庭成员有父母一个哥，希望就是
所有人都开心。我叫陈杰夫，是吉林刚到这儿，半个多月，吉林省长春市，也是东北的。家庭成员嘛，就是父亲和我，完了那个。铁路的跑火车，我父亲呢是汽车厂总管一系的。我来到这儿就是想为了多学一些东西，然后那个好那个把自己的音乐做好，就是没有别的什么想法。玩什么乐器？吉他。乐队？对，乐队，这贝斯手，吉他。什么乐队名字叫什么？叫那个伊西斯。我吉林省长春人，是弹贝斯的。我弹琴马马虎虎，学时间也不长。今年20岁。家父母，独生子，父亲是。这次来北京半个月，希望中国政府能给我们更多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才能。叫什么名字？我叫魏巍，但我喜欢别人管我叫阿鬼。我叫赵迪，也是吉林省长春市的人。我是鼓手，81年出生，今年21岁。家庭成员挺多的，挺杂的。我家，因为我父母都是离婚的嘛，所以那个还有一些就是弟弟妹妹。这次来北京，家里人不知道，家里人以为我在这儿工作。其实我是就是来到这儿来学习鼓，因为在家里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氛围，学的东西少，到这儿来学学东西，对我们以后的乐队能有更多的帮助，就是这样。我叫白子，沈阳，来自沈阳。介绍乐队的哈，我乐队名字叫蓝岭，那是我的鼓手。二友，我们有了几年了吧，反正重新组队吧，开始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干呗。五口之家，我是大儿子，还有俩小儿子。父母都60左右了。平民之家。刚才全是木质的啊。我叫老张，张旭辉，从湖南岳阳来，97年来迷笛的，跟我那个朋友小何。我26，76年的。76年的。乐队吗？就是现在这个乐队。叫什么名字？叫野狗之枯萎吧。不知道。家庭成员，两个哥吧，这样。两个哥哥。和父母生活。97年过来，在迷笛待了一年。对，将来有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自己做呗。对，未来。自己把乐队做好就可以了。没别的想法。我叫小何，叫小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我和那个他，我们主唱老张是一块来的，97年来的，我们家人湖南的。97年来以后嘛，读了一年书，然后一直待着嘛，然后什么都干嘛，然后没钱就什么上班打工之类的嘛。现在一直待着，家里面的话，那个我妈、我姐、我哥，就我们四个人嘛。也没什么想法，我是弹吉他的，就是那个我妹对他刚刚名字也说了，就是野狗的意思，就以前那个比较年轻的时候有点冲动嘛。现在觉得野狗也老了，就枯萎了。我叫阿罗，全名罗新策，刚到苏城10多天，贵州新义的，以前是吉他手，现在临时担任鼓手吧。我三弟兄，父母健在，然后我在家人老大了。今年我是70年生的，70年刚到北京也谈不上什么，反正就想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吧。我姓赖，他们都叫我阿赖。
但以前呢，在我们本地做一个粤语的歌手主持人嘛，反正也喜欢这方面的，然后就跟他走在一起。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在这呢，我们，刚刚来了一个来月吧，准备在这学点东西，是这样。你多大了？我是77年的，现在我也不知道多少岁了，77年现在算下来吧。我家也是贵州兴义的，对将来啊，最好是能够做一个好的主持嘛。我叫阿多，广西的，多多少少的多，就是想来这里玩玩，发展发展。我们来了，就是来两个人，一个吉他，一个贝斯。其实以前我们有个队也经常是演出多了，觉得也没意思，玩，就想象玩玩音乐。就来了多久了？到这？两天。两天。对，两天。准备待多长时间？大概，要待一段时间，挺长的。应该待。你是做什么？贝斯。贝斯手，广西的，本来是三个人的，现在只剩下两个人。那么，其实来这边就是想，因为我们没见过大世面啊，想过来看一下这边北京的，同行，看到底是往哪一个方向发展，我们就看他们的风格，所以想过来，跟他们接触一下。你是吉他手？啊。他是吉他手啊，吉他手，我是吉他手，也是主唱，他也是贝斯手。其实我们已经组了两把，已经很多鼓手不愿意跟我们，就是觉得太苦了，觉得，所以我们一直想跑来这里，一直是总想一个愿望来这里。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黑狼。他都叫黑狼。黑狼，他叫阿多。我们的这个乐队叫做铁臂阿多木。可能是人太小了，我们就拿了动画片里面那个名字来，就希望自己说人小，但是有个威力大的。多大了？我们25了，25岁。未来就是想自己写一些歌了，录一些小样。我是小龙，来自山西。其实我来北京可能差不多有6年多吧，到树村有2年多，2000年夏天过来的。完了以后，家庭成员怎么一哥还有一妹，父母。我是贝斯手，乐队是袭击。是2001年组的一个乐队。大龙，是跟他一样，也是2000年夏天来的那个树村。完了以后是山西的。那个袭击，我是主唱。以后将军也是，我有一弟一妹，还有父母。经历是一样的，应该是基本上跟他差不多。对对对，你们两个相差多少年龄？几分钟吧，几分钟，不能说相差多少。你们俩现在长得不像了，好像和以前。发型可能是原因之一吧，差不多应该是感觉还是像，还是靠近点，靠近点，靠近点，靠近点还可以。对，还是像的，还是像。没有太多像，我就想做一个职业的乐手，只要能生存就可以，我觉得。做职业，做职业。我觉得肯定是明天肯定比今天好，这是肯定。会好起来。行，试试。我是乔永哲，来自河北唐山的，77年出生，在迷宫乐队担任鼓手，就这些。我是唐山的，73年出生，家里还行，反正来这儿快1年了嘛，感觉挺好。我也是迷宫乐队吉他手兼主唱。行，别的不想说，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行了，目前就是想做音乐呗，做的特别舒服的音乐，让自己，嗯，就这种。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嗯，我是七八年出生的，也是唐山的。嗯，嗯，来这儿半年多了吧。嗯，现在正练习手鼓。嗯嗯，别的呢？但是恐怕在这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吧。嗯。夏天过去，大概冬天的时候吧，可能就会离开这儿了。嗯，因为这儿生活挺苦的。嗯，而且不知道，有时有些事情挺感到挺失望的，所以重新要考虑考虑。嗯，肯定不会在这儿待时间很久了。嗯，就这样。你叫什么名字？强华，坚强的强，中华的华。我陆勇，洛阳的，来这玩呢。嗯，你玩什么乐器？我音乐消费者。这次刚来，去年在这住了半年吧。嗯，这儿挺好玩的，这么多朋友。我东北过来的，张毅。嗯，就过来玩，今天到头一天到这儿。嗯，客吧，没玩多久？玩了两天就回去。认识谁？这儿现在都认识吗？嗯，叫祖立新。嗯，唐山，唐山人。嗯，是来这儿有一个月多一点。嗯，现在是弹吉他。侯光，80年生的，生在内蒙，长在山西。2001年上北京，今年2年了。家里边6口呢。我兄弟我最大，他们都念书呢，这都在读书。主任最多能生2个，但是我们家好像比较反对那计划生育，所以没怎么计划。希望我的革命是不朽的。当然指的是摇滚乐。就这样。我叫李进新，1981年，然后7月11号阴历的。阴历出生，山东省牟宁县。牟宁山区，然后来这儿，从98年进迷笛，然后99年来树托。有那么4年了，将近4年。玩什么乐器？弹吉他，现在在帮混血，现在弹。然后说好朋友准备说一个成立一个麻弹机。对，就说了一个麻弹机，还没现在还没怎么着。家庭成员，爸妈还有个弟弟，比我小8岁的弟弟，一个小孩。超生了你说？罚了点嘛。罚了点。然后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将来？现在也其实说想法，以前刚来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做摇滚乐特别好，那时候看着舞台上特别什么有钱什么东西怎么样，慢慢来时间长了也没，现在磨得有点平了嘛，也没有说是多么大的，说是在音乐啊或者什么的要出多大名什么的，像现在觉得还可以，过得还凑合，还可以，就这么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吧。父母支持你吗？也不是说支持我，现在没办法，你知道吗？没办法，现在只能这样，先凑合吧。我出来了，只能这样了，也不能说支持我不出我。出来，反正家里还比较惦记的，没办法，只能这样。他们也没办法，我搂不住我也。那你长得那么丑，你遗憾吗？在你面前，我操你妈！我就别提。你又去那个当模特去了？这几天？做了几天吧？赚2000。啊，没办法，别的没什么。哪个学校？中央美院。对，行，托，不，各种托。我叫郝亮，今年19岁，来自东北黑龙江，然后，在2001年9月8日来的树村，然后在公园乐队担任鼓手，家里一父一母。现在，暂无乐队，
现在从事演出工作，对未来，我希望我生活中所看到的全都是真的，就是我想做到最朴实最真实，然后我能感觉到的也都是全是真实的，就可以了。我叫周云山。75年生，97年从四川来到北京，有两哥，废墟乐队主唱。未来不存在，没有未来。这是我的。哦，你这房子还可以了，还现实。小屋挺舒服的，那屋住两个人，我自己住一个。人住在里面。这儿。这儿就是那刘杰。哦，他还有女朋友吗？不，84年还没过生日呢，暂时16岁。你的？我17岁。音乐队的是吗？不是，他就是刚来北京，也想学音乐，还没开始学呢。他是我乐队的主唱何日鹏。你是81年生的？我83年。你还大一点啊。我都差不多，都是17岁。80年代的人那么多。行。内蒙呼和浩特。99年来北京，当时来北京的时候我14岁，然后是187一个箱子就过来了。最大的一个就是理想，就是尽快的报答他。怎么样报答他？也许是，当然肯定是靠音乐了，但是就是自己反正努力呗，在这边出专辑。也许是这样吧，虽然挣不了，你肯定挣不了多少钱，这谁都知道。但是只要让我妈能看着我，能让我的成绩让她看着了，我觉得就是对她最大的信赖。不一定非是用金钱这样来报答。我们两个是一块的，这湖北。我来了跟她时间差不多。我们都是来了1年，99年了。她是没来多长时间。她刚来不到一个月，刚过了。我的贝斯。对。音乐的魅力挺大的，这样。将来就是出了专辑了，然后呢你做什么呢？然后继续呗，继续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出专辑啊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在现在小嘛，我们都比较小，大家一起努力，我们还有时间。太经典了，这多大？我想想，北海啊，这是不是15、16岁啊？没有，可能最多11、12岁。10岁。10岁，对。我觉得10岁左右。10岁，对。还有呢？这1978年是多大了？17岁。花样年华呀，这是花样年华。然后再给你看，都是这个时期的花样年华。这边长得漂亮吗？特别的单纯。还有一张漂亮的呢，你看这个，你再看这个，真是花样年华。你看这个漂亮。这是你男朋友吗？好像有了吧。对，有了。肯定是有了，我觉得这是秘密。这是花样年华，我觉得这张漂亮，这张相片特别漂亮。你看这。这是不错了吧？这个你看像多大？我也不知道。20了吧？18岁吧。18、19、20。我觉得18岁，你看那皮肤，真是花样年华，我真是觉得特别惊艳。我叫高金邦，来自山东烟台，我来了99年来的，来这干了些什么？干什么呢？因为想玩乐队嘛，然后没对未来没想太多。玩什么的？以前玩吉他，现在是主唱麻三金。你？麻三金乐队啊。麻三金。多大了？79年，23。79年。是玩什么乐器？主唱嘛，然后以前弹吉他，我都不弹。家里边有
有父母，然后我有哥，主要还有对未来看法。嗯，对对，我觉得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嗯，对未来。嗯，我觉得每个人都差不多吧，就这个圈子和圈子以外的人都没什么区别。嗯，没什么两样。嗯，哦，金良。嗯，76年生的。嗯，祖籍是唐山。嗯，然后家庭成员呢，就是还有一母亲，父亲去年去世了，还有一妹妹。嗯，去年来这儿做乐队啊，一直在这儿坐着，本来没有考虑过，就一直坐下去呗。嗯，直到自己精神崩溃为止。嗯，以前是吉他主唱，现在是弹贝斯，偶尔帮人打鼓。嗯，自己还在家。嗯，对。说。还有什么？你让我跟你说吗？自己嗯，老婆跟人跑了，我喜欢另外一女孩。你喜欢她是吧？不是不是，这绝对不是，误会了。嗯。我叫郭健，那个从山东淄博来。嗯，81年12月出生。嗯，那个到北京3年了。嗯，99年来到北京，后来离开那个树村，到朝阳公园去住过一段时间。哎，去年秋天那个来到了树村。嗯，然后是自己做自己的乐队。以前在淄博是主唱和吉他，然后后来来到北京以后，乐手全撤了，就我留在北京了。结果改了贝斯，嗯，然后一直到那个去年秋天，又重新那个变东西唱歌，然后找了乐手，现在和我一起做叫毛衣，还是以前那个名。那个对自己的生活的想法就是喜欢这种生活状态。因为选择的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不是音乐，嗯，就是我喜欢这种自由的状态。嗯，喜欢没有束缚的那种环境。嗯，而且音乐来说对我也不是最重要的。嗯，我可能做几年音乐，然后去找一个舒服的环境，舒服的地方去画画。嗯，然后去旅游，去找一个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嗯，没必要是坚持什么的，因为我喜欢这个，所以我现在在做。嗯，任何不喜欢的时候就都可以放开，什么对我来说都不是特别重要。嗯，然后对朋友的看法就是树村的哥们都特别不错。嗯，对我特别大的帮助。嗯，然后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自己没有的或者自己缺少的好的精神上的东西。嗯，喜欢这帮朋友。那个对自己的音乐就是大家玩的那个高兴就行了，没必要什么风格。嗯，没必要那个什么特别的特别死板的那种的框架。嗯，就是无论做什么风格的音乐，只要是自己玩得高兴。嗯，那个别的就是随时换一个环境，随时变一个状态，随时换一个自己想要的那种的生活的框架。好，好嘞，行。你看看人家。不行，你一这样拿着相机，我都傻了，直接就傻了。媳妇儿咋跑了？媳妇儿闹矛盾。你跟他吵架，你把他赶走了？不是，他自己回去了。对，回家是吗？啊，家他父亲病了吧？这几天可能是。哦，主要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你有外遇了吗？嗯，他还不知道。嗯，他还喜欢一个女孩了就。啊。还喜欢他？不是我，不是我。谁？那就别问了。反正哪天你带出来的时候，或者在床上发现的时候，我就。哎，你媳妇儿挺好的，是啊，做饭那么好，所以说我受不了了。我叫小飞，1981年，今年20。99年来北京。差不多两年在画家村。嗯，到这边差不多半年。嗯，就这样。嗯，这是我画的画，看一下。嗯，对未来我觉得顺其自然最好了。嗯，就这样。你指画家村是哪里？宋庄。宋庄。啊，嗯，通县那边。就是顺其自然，不要太刻意了。嗯，就这样。好。
叫孙忠义，孙忠义，中国的忠，就是最简单的叉子一点的义。我是北京生，北京长，我84年出生的，然后家住的丰台长安店，在三环边上吧。来出村有一个多月吧，过来玩乐队，他们还就父亲母亲还有我，我谈辈子了，现在这乐队都是我们家那边的，我们自己家那边的人，然后家里边那边没法排练，没有地方让我们排，然后我们就出来租房来了，几个孩子凑一块都挺喜欢这个的，一块玩呗，虽然说自己觉得自己搞的是哪种音乐，自己也有时候也说不清楚。这一代人，去摇滚乐给这代孩子带的影响挺大的。还是希望就是说，就是摇滚乐吧，能让更多人接受。我们做的音乐自己能满意，别人也能认同。这还有一个。有两个，还有一个才来是个，他盖的人都军子，不是有。我叫李波，来树村有快4年了吧，目前也没玩乐队，以前是在迷笛学的吉他，现在吧主要是在做一些演出，对以后呢。现在想是就想搞演出，我就北京人，今年22了，对将来主要是想把演出做起来嘛，就成立个演出公司之类的，来专门做一些这种目前地下这种演出，中原父母还有个姐姐，我叫秦铁玉，大家都叫我阿铁，我从广西桂林过来的，来北京1年，今年是2年，来树村1个月，时间不长，感觉跟在外面接触的人是不一样，我只是希望这帮人或者说我跟他们能过得更好，家里面我们家超生了，我有一个哥哥，有两个弟弟，我们家超生了一个，我是老二，我爸爸妈妈都在，不过都离婚了，然后现在是我跟我弟弟他们在一块，但是他们在家了，我就在这。你自己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自己的未来其实很简单，也挺复杂的。我想有一个，想在家开个自己的酒吧。然后就这样子，然后邀请这些乐队去我们家做演出，我们家可以包吃包住，我们家有的是房。这是我的愿望。高虎跟那住了得有3年多了，反正我瞅他们也真不容易，真不真是为对这个搞这个这音，就等于他们是搞这摇滚吧，对这方面还真是挺奋斗的，这好像这高虎还真是，你说是吃苦耐劳的，这家伙这跟这是吧，也挺苦的，是吧，你还真是精神可嘉，也想啊，也心目中也想发财挣大钱，也想出了名，是不是，可是你得努力，你得奋斗努力呀、啊，是不是也得前进呐、啊？不是说这混呐，是不是？那你看，我就说刘欢吧，原来也是一个大学生，在我们这边清华这边住，他就业余又也是在门口啊，放学以后啊，在街道上唱啊，赶紧去人选走了，说人家挣钱了，发大财了，啊，谁知道？反正摇滚歌曲，谁知道这方面喜欢的人多，我觉得喜欢的人少算少部分吧，摇滚方面的，因为他就比较乱，他蹦啊、扭、闹、跳的那种，是吧？跟他那种歌曲不一样，是吧？也有可能喜欢的呢，也可能喜欢那个年轻人也不少，也有可能没准能成功了，我来能发了财。有，反正指我想着指这个说以后姥姥的生活呀，一辈子可能是不是玄乎玄乎，不好说，是不是不好说？
是吧？说只现在只能到老啊、哦，我老认为这是得有什么青春饭似的，是吧？哎、青春时代，啊、我奋斗到是吧？十年二十年，你到三十四十，你还奋斗到哪儿去？是吧？也就不行了。就说你啊，奋斗出来呀、啊，也就说也就出来了，闯出来，闯出来了、啊、也就这么着了。他们一般的这村里头的房东嘛，都不愿意搞音乐的，跟房东比较近，都不愿意要，知道吧？都照那什么呀，房后头。离房东比较远的地方，他怕乱。嗯，然后他们，因为他们呀跟我们相反。嗯，我们都生活都有规律。要么说吧，白天劳动，我到晚上必须吃完饭以后，有到一定时候就休息睡觉了。他们就不去。嗯，一般上午都睡大觉，夜了欢。对对对。所以一般的呢，啊，都嫌他们。一开始他们来的时候啊，留大长头发啦，染发弄的，这村人老百姓都看不惯，都说前走后都说，瞧什么东西，这是人吗？都这么反对的。现在呢，这二三年嘛，这村住了将近有三四年了，就习惯了。嗯，我叫草草，1972年出生，现在是暗夜公爵的主唱。我们家是五个孩子吧，1995年来的北京，去年到的宿舍，还行，挺好的。对于未来的话，希望能够音乐能够做得比以前更好一些，然后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做得更好。我叫席斌，嗯，今年23，江苏徐州，家里还有父母，就是来北京就是为了一个音乐的理想吧。在北京有个乐队，现在解散了。弹吉他吧，就是希望苏村这帮哥们儿越过越好吧，然后中国摇滚音乐能越走路越宽吧。我叫包路，是这么说吗？今年17岁，1985年生的，玩朋克的，弹吉他，来苏村也就不到一年，去年918来的，到这儿就想玩朋克吧，就是玩自己的朋克，不想学什么。就是来到苏村，反正觉得这地方挺好的，家是辽宁鞍山的。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没想过，我家里边就两口人吧，我和我妈，从小没爸。我叫蒋超，我从贵州贵阳来这个地方已经有半年了吧，然后。反正我比较喜欢那种重型音乐。家庭成员，我的家庭成员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有我，就我们三口人。我自己的将来我非常乐观，我就是我希望我永远都能做我的摇滚乐，我喜欢的音乐。好，我叫回忆，然后山东来的，去年来的吧。喜欢 blues， 还有流行，就这些。多大？今年20，玩吉他的吧。又一个爸爸，一个妈妈。OK， 没，就我自己。你对自己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当然是发展的越好越好吧。嗯。如果看自己努力程度吧。我叫宋春龙，然后也是去年3月份来的。弹吉他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然后希望以后能干得比现在更出色一点。家在吉林通化，22。我叫吴晓波，是发条城乐队主唱。来从内蒙包头过来的。就大约是2000年10月份吧，2000年10月份过来的。我是今年25，对未来肯定是有想法，但是就说。肯定是想把乐队做得好一些。别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你理不理解那个小东干这些事儿？不好意思。啊，你就说一说，你理解不理解？说心里话。不理解，支持他吗？支持，我不理解。不理解，支持他，还是支持他？默许，还不是特别支持，可能是。你吵不吵？你在这儿，他们在这儿吵，每天特别吵。那你在这生活环境你觉得怎么样？这生活习惯不习惯？不习惯，没有家里好，跟家里比起来差点了。你感觉怎么样？你支持你哥吗？
那肯定是支持的。你支持吗？你理解他吗？理解这些人吗？这么多人在这住着生活的这些搞音乐这些人，不理解，算了，不要喷了，不理解是吧？那你们这次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来看一看，看看它有多艰苦。那看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不舒服。太苦了，还以为。我叫魏猛，然后81年出生的，然后山东淄博，家住山东淄博，然后来树村我看有差不多快2年了吧，然后现在血刃的主唱，然后风格也死亡金属那种，家庭成员是独生子，像爸爸妈妈，理想嘛也没什么太多的想法了，给我们的空间多一点。我叫崔涛，25岁，来自就是哪山东淄博。我家就我一个人，因为我就是我家的户主。我现在家就一个人，就我走了之后就家就没人了，就这样。然后现在帮魏猛弹贝斯，我们一个乐队叫雪刃。我从1997年就来到，就在树村，不是树村，就在前面城麦旗，就来到北京了。就到北京，将来活着呗。我叫张杰，是来自唐山，今年刚过来，想来北京发展一下。我们乐队6月份过来，我们乐队名字叫隐痛，我担任贝斯手。在他们过来以后吧，我们想连续演出什么的，就是说我们作品已经在唐山排好了。就是这些。多大了？21岁。你家庭成员能说一下吗？我的父母，没有别人，一个孩子。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将来对未来没有想法，先玩吧。我叫秦锦盛，然后是来自山东潍坊，是年后来的三个树村，然后家庭情况是父母，然后有一个妹妹，然后现在跟他还有他一个乐队，现在想玩的东西看看再说吧。玩什么乐器呢？玩吉他。对将来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将来怎么说呢，先走着看吧。就这么。你多大了？79年的。我叫郎文凯，来自山东潍坊，跟他年号跟他一块儿过来，家里有父母，还有我，就是三人，玩吉他，现在跟一块儿组乐队，将来想法，希望是做自己的事情，不用这么难吧，可以容易点。我是辽宁的，83年的，也是。今年来的，在这住，什么也没干。想干什么？你也可以说一下。以后啊，想办法赚钱呗。你为什么选择到树村这边来的？第一，我喜欢文乐。然后第二，还这边房子特别便宜。然后这边还有些朋友。就是这些。这样才让你到这来的。那你喜欢摇滚乐，你喜欢他们这些人，你自己想不想玩摇滚乐？我以前做过。你以前做过啊？特别小的时候不行，做不了啊，死路一条我感觉。你将来就是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将来什么？上大学啊。你准备在这住多长时间？不一定。现在住了多长时间？我现在住了将近2个月。这样，家人什么？对，家人什么？家人还行吧。我叫李某，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来到北京树村，
搞音乐。我是一个鼓手。其实来到这里边，谁都想做一个特别牛逼的人。周边的环境呢，我感觉为什么要来到这种周边环境，氛围还都挺好。因为有什么不懂，有什么不会的，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学习。我在宿村是去年的十月份，来到宿村，完了过年期间回趟家，因为那儿挺想家的，毕竟是第一次出门，我是电音乐的鼓手，完了那几名乐手现在还没有来，在五月份期间他们都会到的，我现在正在给学生，正在给那个魏某打鼓，啊那个。有的时候就是哪个乐队缺鼓手，我就过去了。你家那成员你可以说一下吗？那、我母亲，父亲，我、我们家一家三口人。你对将来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将来的看法就是，肯定，首先就是想做一个牛逼的人。让人都能瞧得起的人。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一种。梦想，对，我希望人活得都现实。家人支持你吗？不是，非常支持。如果不支持的话，我也不可能，从家里面拿上钱跑到这儿。我是贵阳的，贵阳的是弹吉他的，叫李翘，李翘弹吉他的。哪年出生的？83年，出生啊，家庭成员没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很支持我，对将来啊。就是想尽咱能力把音乐做好就行，也没啥太大的想法。我叫陈鹏，我是刚从贵州来的，我是打鼓的。这也是想组乐队，然后想有自己的音乐，就这么多。我73年出生的，今年29岁了。家庭成员就反正我们那个年代的姊妹挺多的，有四姊妹，然后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将来其实。也没什么具体的想法，就觉得这个东西，音乐的东西还是唯一的东西，就这么多，要是那么大了也不会出来了。我这院住过一个学生，他是哪的？辽宁的。嗯。后来我说我没晕站，一会儿我要晕站，儿子脖子把我气死。哦。一个月他得1200来块钱跟他妈要钱，他跟他爸我不敢打，一打电话他爸爸一打电话他爸要接他不愿意，他不说他爸爸他妈要接电话跟他妈磨呢。姐妹他妈后来最后他跟那住了一个多月了，我孩子我不支持，说实在我不支持，我孩子他不喜欢的话你也不会，他也不喜欢这个，他不喜欢这个，他要真喜欢的话你也不会支持啊，你也不会支持的，因为我觉得这他没有基本生活来源，知道吧？对生活一点没有依靠，是不是？对，还不稳，有钱了就像这个他们这不有钱了，大伙连吃带喝，都花了，没钱会饿着。是不是对身体也不好？我叫郭立瑞，是那个82年出生，然后是来北京是2个月以前，然后是现在是弹贝斯，然后主唱，乐队是那个河边的忏悔，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你家庭成员能说一下？成员就是我父母还有我，独生子。您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想法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来的时间很短，因为没来多长时间。以前没想过自己的未来？在家里。以前那个时候，以前原来我们乐队一直在唐山来着。然后两个月以前过来的。家里人支持你吗？家人不支持，反正现在想法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也就是不管的那种。我叫崔世鹏，是来自河北衡水的。我就是随便玩玩，跟痛苦信仰学琴。我叫池心。1983年专门。家是山东的。再说为什么？你来了北京什么？来北京多长时间了？来了有半年了吧。将来，希望能组一队，就有演出。那天晚上早上，家人支持吗？家人还行。他们都管我叫大义。81年的，我是天津的一个郊区。
家里父母还有姐姐，嗯，喜欢这东西，他们也不是不支持，还成吧，反正自己反正在上面挺喜欢，觉得挺痛快的，就玩这东西，嗯，也就不在乎别的什么什么事儿，哎，理想就是做个主唱。嗯我叫周松远，嗯，今年18，嗯，北京人，嗯，刚来这儿没不到一个月吧，嗯，在这儿就是想做自己音乐，嗯，没别的什么想法，嗯，家庭成员父母，嗯，就没有，嗯，离开了，那是你乐队的吧？那个啊，对对，骑摩托车那个啊，啊，我叫彭响，然后呢，我也是怀天来的，嗯。嗯，然后呢，我是在乐队里担任主唱。嗯 嗯来了，也是不到一个月吧，咱们。嗯嗯，我们来这儿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做出自己最好的音乐，嗯，其他的没有了。我的父母，我家也是父母，没有别人了。你多大了？我今年18了。哦，也是北京的。嗯，未来有什么想法？嗯。尽我们自己的所能，做出我们最好的音乐。嗯，你们把舌头伸出来一下。我扎了个钉儿吗？嗯。我还没吃那瓜子儿，别扎那么多。我扎。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啊？你们俩。啊。嗯，对。般配，般配。男女朋友。我叫王征伟，我是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的，我82年生，就是我们乐队是玩哥特的，嗯，目前就是怎么说呢，就在努力吧，我们的音乐每天都在变，我希望等有一天会变得就是更好，嗯，刘沙，然后从山东来的，山东淄博。玩点风格，玩点风格，有点说唱跟硬核的元素，然后有点工作。玩什么乐器？贝斯。嗯，什么乐队？盲音。嗯，你是那个家庭成员都是？家庭成员就我自己，还有爸妈。嗯。然后对将来有什么看法？对将来有什么？对将来呀，将来就是。有一天能混出来就行了，然后能离开北京这地方。嗯，为什么？为什么？嗯，喜欢这儿吗？北京，嗯，目前为止喜欢，有了钱就不喜欢。你来这儿多长时间了？快2年了，时间挺短。就在这儿住？不是，我就住他们隔壁。好，行，就这样。这完了。好，谢谢啊。好。那个就自我介绍是吧？自我介绍。我小鹿，嗯，25岁吧，那个波兰的，嗯，还有呢，为什么到这来？来这干什么？那个做乐队嘛，那个，嗯，什么时候到这来的？99年，99年来的，多少岁啊，就2年多了吧。玩什么乐器呢？吉他吧。乐队名叫什么？野狗。嗯。然后那个，对你将来有什么想法？那就演出啊，嗯，他那个能去演出嘛，就好的。嗯，想说点什么？其实你演出也是为了和大家交流，这个也是一种交流。啊，嗯，想想吧。你怎么说的？就是能吃完饭嘛，然后能演出嘛，那是最好的。啊，没什么。在这里交朋友。那个家庭成员，你说一下。家庭，有父母吧，妹妹，嗯，家里挺好的，感情挺好的。行，好，谢谢，谢谢。先回啊。我叫刘宁，嗯，山东来的，82年，嗯，今年20了。82年出生的。啊，82年出生了，20。嗯。然后就在我们那儿，就在山东，然后因为很多朋友也在这儿做音乐吧，嗯，然后从他们那儿知道，就北京有个树村，嗯，
然后那样我过就以前在那儿做乐队，然后哥们儿说那去北京去闯试试看，然后自己也有这想法就过来，就那样。哪一年来的叔叔？去年九月份，九月五号，五号来的，九月五号来的。然后就在这儿住着。然后啊，对，一直在这儿住着，然后挺多朋友有时候都搬了。我也没事儿，反正在这儿还行，反正这也挺多朋友的，主要练琴嘛。家庭成员，就我自己，就我自己。父母，我父母都下岗了吧？在家里，反正就那样吧。然后过来，然后给我钱，然后过来生活，反正是觉得不大好。然后自己看能赚钱赚，然后尽量不告他了。那样。你是玩什么乐器的？吉他。有乐队吗？有。现在是盲音就是那个郭健他们那个，帮现在跟他们一起做着。那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啊？对未来，将来。对未来啊。对未来现在是，现在想可能肯定想的挺好的，然后走一步慢慢来吧。不可能是跟想的不能跟想的一样。反正肯定有一定差距的，不过我觉得做到最好就行了。用不着想一些东西，做最好就可以了，自己尽力。我叫高翔，76年出生，两年前来的北京，在这里玩音乐、玩美术，和朋友玩玩，和自己玩玩。下一个目标没有定好呢，我希望下一个目标更好玩。这里有很多好朋友。家里还有一个哥哥，父母，其他没有了。我是老二。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吗？希望有更好玩的。好。我是绍兴的。绍兴97年来的。97年来迷笛学。完了就是回家两年，然后又来。跟着又待了两年，学吉他，喜欢工业噪音实验这些东西。叫李夏飞。现在有乐队吗？现在有，但是还没有确定。名字还没定。名字不是，就是 AK 嘛，就现在还是没有确定下来。你现在还没有乐队。到五月份可以，差不多可以确定。家庭成员有父母，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将来我就想把这个乐队做好了。把乐队做好，演出可以尽兴就行。就是演出尽兴嘛。你坐在潮汐的阳台，让寂寞随黑夜袭来，人来寒冷的秋风肆意吹乱你未来。我操，太过分了！不是吧你？我操！没劲了，凉了。我今天五张了，我操！我操！终于没错，我操！不回答。好。怎么？哪个是毛巾？这个黄色的。四川自贡人。哎呦我操！哎呦，完了，这是四川自贡是吧？确实是，我操！别换，别换 A 哥了。我叫孔龙，我叫孔红。四川自贡人，1981年4月份出生。别都好孔龙。1996年冬天从家里出来，2000年春天到了树村，就一直住到现在。弹吉他，一直弹吉他，在以前在 AK 在夜氧罐头做吉他手，后来因为主唱出国了，去了 AK47，一直做到现在。
未来，哎，没说什么未来吧，就说希望以后能好一点，自己的状态，自己活着的状态好点就行了，其他就没啥的。难道你现在状态不好吗？总希望自己状态好吧。你所谓的状态是不是对你生活上的物质上的生活上的和心理上的，你主要是人追求一个自我心理的满足。家里一个爸一个妈一个我。啊，可以。你女朋友干什么的？学生。你跟女朋友的爱情你感觉巩固吗？挺好的。你满足吗？在现实这种状况来说挺满足的吧。那你所谓的什么地方不满足？如果能生活的状况再好一点，那可能会是物质上的，和物质上肯定也有一些。好成什么样能不能设想一下？好成什么样能设想？衣食不愁吧。现在愁不愁？有时候愁愁吃的。什么时候饿着的？什么时候吃不了了？没吃的了？还是经常。经常没吃的。那都怎么过来了？有时候饿一天，第二天就有吃的。哦，那吃走到那儿总有点吃的吧。村里这么多哥们儿们。明白吗？你幸福吗？挺幸福的。哪方面幸福？在亲情这一方面，还有友情、爱情。哎，那不都全了吗？对啊，是觉得自己挺幸福的。对。找到一个自行车啊，学会。干嘛去？清华慢点，那个打口挣钱。在哪卖啊？清华。好。买菜去吧。啊，这可以。他做饭你接啊，好，生火就这样。我们是不是要采访一个关于这个宿村一些生活中的女性，比如这个小姐或那个小姐都可以。我们干什么的？前两天出来了，我操，这就是眨眼了。本店的老板娘。觉得如何？之前搞音乐的这些，这挺好的，挺好的啊、哦！有没有人在你们这儿欠账？在你们家？没有。啊，你们也不给他们欠。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这儿。咱们家，反正也得搞二十个，稀拉拉的搞二十个。你理解这样的他们干的这件事吗？我支持他们呀，支持他们啊！对，我太支持了，特别支持啊！如果您的孩子也选择这种生活，我的孩子本身就是学音乐的，是吧？他要是背井离乡的话，到一个外边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去做他喜欢做的事，你会那看将来这孩子的自己有没有这出息了？嗯，像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是吧？嗯，都没问题。我们孩子还小呢。对。我要设想，家里有一女孩，不可能。现在，将来有可能。你也会理解和支持吗？我非常理解，我也挺支持。也挺支持的。这都是中国的未来，摇滚音乐的，怎么说呢？精英。再就是你们这儿创始人了，将来就是，是不是？对对对。而且这树村呢，后边就是一个发祥地，就是，对吧？对。绝对错不了的都。好。将来。反正这里头我不敢多说啊，反正有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人，将来出来都是，星星级的。摸点心大，对，相当不错，肯定有出人头地的。好，我叫雷震健，81年出生，我是中央民族大学大三，我来这一个月，来这主要也是为了就是说拍一部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让更多人来了解，就是说这个群体，说自己对这个音乐感兴趣吧，所以对他们就没有什么好像感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都一样，都是人。我家庭四口，有一弟弟，也在上大学，比我小2岁，爸妈都是经商的，在浙江衢州。
我可能是会按照一个怎么说呢，选择一条比较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是比较无奈的一条路，可能会继续求学，继续上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说至少在精神上他们是自己生活的是非常开心，或已经是真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还有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人他只是生在这个圈子或生在这个社会，但他没有活在这个社会上，从小到大受的约束啊限制太多了。像我，你要选择一种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假设一下你家里人会不会同意或者支持？我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敢肯定我的家人可能会崩溃。纹身师，他这个被纹者还是挺清醒的，在打着字。就是举牌，张宇媳妇在不在？在。不疼。我叫张宇，辽宁省，辽宁鞍山人吧，鞍山人，78年出生，应该算属马。来北京。断断续续来两年了吧，来两年，现在是混血乐队，我们家里的乐队也过来了，我现在目前还是主唱，家里成员，现在是一父一母，未来不一定什么样，还有什么？就你一个啊、哦？独生子？就我一个孩子。你家里人支持你做这个？支不支持这么长时间了，反正也无所谓支不支持了。对未来，未来就是能够安安稳稳的，能够全身心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做自己想做的音乐。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还有对别人的看法。别人其实也没什么看法，他们活他们，我活我的。管他死活呢。高兴的你说两句。我啊。我说什么？你那不正牙疼吗？说。我叫小马。说。我说什么？我叫马晓东。现在是混血乐队的鼓手。来北京是98年。98年到现在可能三四年了吧，已经。老家是山西的，山西大同那边。1976年。家里父母亲弟弟妹妹。五口人。对，我是老大。家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支持。我能干这么多年。也就是多亏家里的支持，没有家里的支持根本坚持不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将来也没什么特别打算，就是希望乐队这块儿能做得好一点，能就是最起码就是说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好吧，就是实际上就是比现在最起码从各方面，音乐方面了，生活方式各方面，是这么想的，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想法，顺其自然嘛。我叫尹立博，出生于1983年，我的家在吉林敦化市，我是1997年来的北京，在这读了3年的大学。99年来到树春，一直生活在这儿。其实我觉得我生活以外的人和我一样都很正常，只不过是我们的状态不同。我觉得自由才是我喜欢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以前在混血乐队担任 DJ， 现在有一段时间没排练了，过一段会重新回到混血。叫李伟，那个爹娘是七，那个家里面有那个一姐一妹，来树村有快三年了吧，现在那个声音碎片有那个吉他手。那树村怎么说呢，
好多人的书生目的都是不太一样，有的可能就哇，也不管那么多，就那个。现在环境肯定希望环境就会好一点，比以前会越来越好，那是希望。但是希望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肯定要做这个。我叫马军，81年出生，来自东北辽宁。然后现在是混血的吉他，来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以前来过几次，但是都回去了。我现在对未来暂时还没什么梦想理想之类的，我觉得别的人就是不玩这些东西的跟咱们都一样，没什么区别，都是人嘛。该你了。哦，我叫不紧张。我叫邓小光，来自辽宁鞍山，现在是混血乐队的贝斯手，来北京快一年了，去年6月份来的宿舍。现在家庭成员就是我父亲，然后我母亲去世了，然后现在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然后未来一些设想就是希望乐队会好起来，走一个特别平稳的路上。我叫刘凹，1984年生人，那个家里我和我妈在一起，那个玩吉他，准备搞朋克。去年9月份来的。我叫苍家子，在那个香山门头村住，和刚才那个是一起住的。那个我是1985年生，现在正在学三维，也准备搞乐队。以前是玩吉他，现在不玩了。很长时间没玩了。还有些什么？家是哪儿的？家中国东北三省辽宁鞍山。我叫吴迪，来自贵州贵阳市。我现在现任并友乐队的鼓手。家里成员现在父亲母亲哥哥。我希望他们过得好一些，我自己也好一些吧。96年来北京，总共来了5年了，在宿舍住了2年，在迷笛学校待了3年吧。这个宿舍的生活很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我喜欢宿舍的生活。希望全中国每位年轻人都是人，每位年轻人活得跟我们一样，带有理想，带有更多想法吧。好了，没了吧？好，你想点说了。我不想说了，我不想再喷了，再喷越深了。我叫杨俊，我75年生的，来自杭州。我现在在发条城乐队弹贝斯，我觉得未来会很好。然后很多人那样生活，我觉得非常正常，是应该的，这是他们的生活。来北京快2年了吧，1年半多。以前住东北旺住过一段，后来就来宿舍。晕，在那儿喝多了，说什么？看着这个从哪儿来？甘肃，从甘肃来了2年，就还有妈，还有姨妈在家里，76年在这儿，我妈在家，还有一哥也在北京，乐队刚散，先收缩一下，鼓手挣钱的，吉他手，弹吉他。
唱歌，未来的设想，这把我弟弟的麦子收了，我把你弟弟把麦子收了，这种生活之外的人来看，操，都在生活之中，我觉得谁他妈都在活，小心点风啊！我操，这个连转身都很难，我操。啊，好，然后再见。哦，开走了啊。对，不动气。我操！我连拿了两个空壳。睡醒了之后。来着，你这个。你是不想吃？钱脏是吧？什么呀你？小静。啊。庙子开不开心？啊。等一下。发死了下一台准证90零的没事的，下一台准证90零的没事的，拿怀孕了。那现在有座位的没打了歌的卖10块的都贵了，一半以下就做，你说咋办？一半以下去别的地方，去富裕的学校，比如说去现代，完了回这会儿路费贵了，现在太远了，你妈挣30又挣40又都他妈搭在路费上了，上班去了吧？你现在住咋样啊？住咋样？可以，挺好的，挺好的，宿舍住的好，对，但是有好多待着在外面待着，对，挺舒服的，都住在一起，我操，也没啥意思。哎，那几个女学生。就是都在一起，大家都同化掉了，光玩的呢，都同化了。可能叫女生，有人面说他看看他，什么时候过去玩玩，哎，车什么晃，自己拍自己的歌，好是吧？大叫一声知道吗？那我就而且两三个女的一块叫。他那房子挺好的，挺便宜的。这好地，挺好的。我叫魏国，我是北京人，我住在五道口，我也做摇滚乐。我父母都是工人，我高中毕业，我是1978年出生的，我很喜欢摇滚乐，我认识许多树村和东北旺的朋友，我也非常喜欢他们，因为生活状态都差不多，互相那个融合得很好，我们交往也比较频繁，我很喜欢这种生活状态。你和你父母？我现在不跟我父母住一起，但住得很近。你父母？我喜欢自己住。支持你做音乐？他们也不算特别支持，但是他们也不反对。如果你要像那些外地来的乐手一样，离开家很远，我也愿意去。如果首都是兰州或者是洛阳，我也愿意去。那你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吗？反正我觉得我自己会把握我自己吧。我肯定会去。你父母现在支持你做这些事情吗？现在支持，因为时间很长了。做音乐多久了？四五年了吧。你乐队吗？现在？我现在没有乐队，我现在是我自己做。个人。对。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未来？今年我想把专辑录完，夏天的时候吧。有什么设想和打算吗？就是我录完这个以后，完了去演出，完了我接着做下面的。你展望一下树村和摇滚乐，不是树村和，肯定会越来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的。生活是最主要的。
生活状况越来越好，肯定会那个把音乐做得越来越好，不可能是越来越穷把音乐做得越来越好。嗯，因为人的生活环境是肯定取决于自己一些想法的。如果说做音乐，你永远你的生活环境还有你的生活条件，如果是永远是穷的或者越来越穷，肯定状况不可能，从精神状况还有各方面的状况不可能是良性循环的。做摇滚乐也应该需要有钱嘛，嗯，能挣钱也是好事情，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也是好事情。嗯，我反正我觉得我应该越来越有钱。嗯，好，你怎么挣钱？我现在也没设想好，反正是，但是肯定会，但是我希望我通过我的劳动去挣钱。嗯，我现在也慢慢在找工作，现在。嗯。作为一个滚鼠，请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叫王高伟，来自青岛。嗯。父母奶奶。嗯。嗯，还有我独子。嗯。然后。哪年出生？79年2月。什么时候来北京？嗯，上大学那年，97年来的北京。嗯嗯，然后待了5年了吧。嗯，还有什么？你跟摇滚乐手来往比较密切。我跟魏国的这帮搞音乐的朋友来往相对密切，嗯，但不是很熟，都是魏国的哥们儿嘛。嗯，然后我对他们的看法不太统一，有好有坏。嗯，而且我一向认为。有一半的人很不真实，嗯，属于我从骨子里头比较排斥的那种人，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们坏，嗯，就是可能是人跟人欣赏啊，或者是生活水平，或者是个人爱好不一样，嗯，因为我一向认为搞音乐的是用耳朵去感受世界，嗯，搞美术的是用眼睛去感受世界，本身就很难沟通，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嗯，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去过一两次树村，嗯，我看到他们那种状态，其实我挺感动的，嗯，可是我又见到了太多太多这种人，又让我没法再替他们感动，就很多很多事情大家应该都明白，所以我觉着做音乐就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东西，嗯，然后对得起自己，就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嗯，对未来的展望嘛。嗯，我觉得我肯定会牛逼，而且一定会有钱，就是这么简单。我叫郭大刚，1970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97年来的北京，是舌头乐队的键盘手。98年到2000年生活在树村和东北旺，2000年6月份搬来五道口，然后和我老婆结婚，现在正在给我老婆做第一张专辑《没到手的经历》。嗯，我叫李百涵，我是1979年出生于北京。嗯，我们家就我一个。我是99年认识郭大纲的，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在东北旺生活了有1年多。第二年我们俩就结婚了。是去年我为 No 乐队。唱了一首歌叫《美术机》，现在我正在和我老公录制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没到手的经历》。我是王凡，甘肃兰州人嘛，70年生的，我妈，我弟，我们三个来了。嗯，我是96年来的北京，现在住在火云。做音乐，做音乐，嗯，混的。未来随他去吧。我叫齐斌，1980年出生，来自于天津，1999年来的北京，然后现在是卡西莫多乐队的主唱。家庭成员，我家里父母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我叫周顺军。外号他们胡乱叫的叫周老二，来自新疆，来了有5年吧。
在这儿加入了乐队，是废墟乐队，当琵琶手。我们家有六口人吧，我和我哥两个男孩全出来了，家里面全靠我姐姐他们。还好我们家人就算支持我们，算是很支持我们了。嗯，没什么问题。又无任何设想。设想就是我的特长和弱点都是善于幻想，所以说施展空间在这一方面，在音乐方面还是打算继续做下去吧。嗯，他怎么问这个？但是昨儿他们打架给玻璃门了，找不到了啊。那个谁，这屋这小孩跟那个跟金良俩人，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吃饱了，可不是吃饱了吗？嗯，就给打起来了。我们在这儿住过那么多人，没打过架，没打过架是吧？没听说过。本来你说都挺好的，都不错，你说一打架就没意思了，是不是？乐不完。听说这村快喝酒喝的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主要是喝多了。嗯。就是喝酒喝多了，一说话疼吗？一个比一个横。就是这村快拆了，快拆了也得，也得一二年吧。啊，说快快的也不长，是不是？就是。也拆房也不那容易呢，是吧？你王姐在这院里住了多少人？住过多少个人？就是搞音乐的这一波一波。得有好几十个呢吧？这一波一波都算，就现在目前住着就得有。二十多个，反正从97年就开始住了啊，97年一直就是，一直住到现在 啊，都是搞音乐，全是搞音乐，啊，怎么样？没有干别的。你觉得这人怎么样？搞音乐？我觉得这孩子吧，孩子倒都挺好的。我觉得搞我这为什么我愿意租这个搞音乐的孩子？嗯、你别瞧长头发留着吧，但是都瞅着不怎顺眼，谁都说瞧你家租的怎么这样啊？嗯。可是呢，这些孩子吧，心眼都不坏，没有什么其他的心眼，心眼都挺好的，都一个一个都挺懂事儿的。就是，你像我要不跟家吧，这个一般的说像这种打架的情况，那是很少很少，这么多年也就今年这回吧打架，以前确实没有打架的，知道吗？再给你看。这多少年都没有过 啊，多少年都没有过打架。还拿着这些小玻璃啊？就后边后边那个啊。上回那个手机，这孩子都是思想单纯，就是。嗯，我一般院里头，我还不愿意找那个上班的孩子。对对对。他思想不单纯，这个孩子思想都特别单纯，没有别的，刨去自个儿吃饱了、喝足了，然后玩会儿。这缺点就是能嚷，是吧？能嚷。这嚷嚷是正常现象，二十多岁哪能不嚷啊，是吧？你这不是哑巴都是。理解他们吗？我理解他们。我叫吴俊德，舌头乐队贝斯，今年30了，72年出生的，97年和舌头乐队一起来到北京，一起搞音乐，搞创作，我对未来的设想都没有什么设想，只是就觉得很自然的去做音乐，在这一生如果能坚持不懈的去做音乐，是我最大的愿望和最快乐的事情。我是舌头乐队吉他手朱小龙，97年来到北京，1973年是，你比如说鲁迅的，对未来的打算没有，没有打算，就这样。我有叫杨涛，我是99年年底吧，99年过年那时候过来的，后来过来上班嘛，找了好多工作，反正干的活挺多的，乱七八糟，可能什么活都干过，现在跟小猪搞乐队呢，家里好像就我爸我妈，还有我，再也没什么人吧。家在哪？在兰州啊。乐队叫啥名字？乐队叫啥名字？小说。就记完了是吧？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就是搞。那再也没啥想法，那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
将来你自己将来跟你自己没关系。就没将来跟你咋关系呢？我是他妈。将来是将来着，出生的我七八年出生的。哎呀，买找的时间我刚睡起来，还没睡醒。是哎，不行，洗把脸吧，我不行不行。开始。就这样说。求我这样说。哎呀，我严格的正常是从小给我开了。开始。我叫朱晨谦。嗯。我也是来自安州。嗯。98年底来北京的，一直在混。嗯。混到现在。嗯，现在干什么？还在混。不是做了个乐队吗？回来。做乐队就是没有接着混。嗯，乐队名字叫啥？乐队名字叫戴德路夫。哦。他说。家庭状况咋样？家庭状况就是。嗯，老妈工厂倒闭了，嗯，老爹退休了，我们家就没有兄弟姐妹，就我一个，嗯，三代单传了，我的将来不知道，没有想过，没想过。我叫李玉川，我是97年到的北京，现在是夜叉乐队的吉他手。嗯，家庭成员我有父母吧，然后还有两个姐姐，然后姐夫、小侄女什么的。嗯，你哪年出生的？75年。啊，对，75年。未来没什么想法，就这样呗。想过吗？就这样呗，反正。那家里支持你做音乐？支持啊，挺支持的。很支持。对。我叫张梦月，1982年出生于重庆，然后97年秋季9月份到北京，在夜叉乐队弹贝斯。家庭成员就我和我父母还有就我，但父母已经离异。然后那个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吗？想法太多了，就三两句话说不清楚。夜猫，那你家里支持你做音乐干这个事儿？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家里都支持。是吗？对。我叫胡松，是1975年出生的，然后是夜叉乐的主唱。我家有父母和我姐姐，还有外婆，不过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她。我是四川自贡人。嗯，是97年来北京的，家里应该是很支持我做这个，虽然他们不知道做这个的后果。嗯，我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生活还是美好的，虽然有时候像屎一样。咦，志强你怎么来了？我姓王，我叫王月。王月，四川自贡市人，1975年出生，然后是夜叉乐队的现在的 DJ。 嗯，我家里边有我爸我妈我姐，他们都很支持我。嗯，对未来想法？嗯，没什么想法。对未来将来，反正别人怎么看我，我不管，反正我做到最好就行。哎，我叫严磊，然后1983年出生，然后98年来北京，然后再待了4年，是鼓手，新疆的乌鲁木齐的，家里三口人，父母工人，然后是独生子，独生子，挺。不太支持我搞这个，父母。不太支持我搞这个。对未来自由一点，快乐一点。嗯，我叫肖阳，那个98年来的北京，然后弹吉他，到迷笛来上学，上了半年没上了。我家三口人，
还有什么乐队？夜叉，现在已经离队了，不过帮录完音就离队。嗯，没花。然后，那个家里人支持你吗？一开始还行，现在不行，现在不支持了。觉得搞了几年没，觉得我没什么希望。老家是哪里？老家是老家四川的，现在住在河南。嗯。然后那个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吗？未来就最好尽量能做自己的音乐，然后又又高兴点儿。生活也是自由点，然后能独立。嗯，最重要就是独立。我改名字了。嗯，朱景彤的那个景改成三点水的景。嗯，来北京快两年了。嗯，从哪来的？从那个河北保定。嗯，来了想骗点骗吃骗喝，我操。虽然不是特别好吧，但还可以吃吃碰碰。别点没个啥，主要副业就是玩古风筝。嗯，要说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毫无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就是唯一的希望。嗯，就是这样。家庭成员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嗯，我自己。嗯。既没养猫也没养狗，未来我叫你，就过一天算一天吧。我叫李娟，嗯，但是我今天想给自己改名叫李小叶或者朱小叶，嗯，大小的小，那个黑夜的夜。嗯，我从哪儿来？我从哪儿来？我从我妈肚子里来，已经来了24年了。嗯。忘了。家是哪儿的？家在哪儿？嗯，家好像暂时已经没有了。事实上他们都说在北京嘛。你在做什么？在做什么？编辑。嗯，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活下去。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四个。我不我，还有我哥，我妈还有我爸。嗯，我能算两个人吗？所以算五个。我是吴吞，公元1972年4月17日，生于乌鲁木齐，矿务局。我能不能是一个其他人？我操！现在。在一个乐队里当主唱，舌头乐队。啊，九七年八月。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没有？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我就觉得锦腾能坚持多长时间了，这是目前这是我对未来的想法。我如果一直说下去的话，我估计摄像机也保不住了。还是算了吧，索性就到此为止。家里支持你吗？家里支持，家里不支持。好，行了，等会别送我，我再拍几个远景。我再拍点景东。景东，奔跑吧！来，你拿着，你扶着他肩膀。这镜头牵着他，就是当时我叫孙志强，我就是孙志强，我98年来的北京，一直在干这事儿，我想一辈子干下去。我们家就5口人，我哥我妹还有我爸我妈。我爸身体不太好，我想让他身体健康，我妈也是身体健康，永远都长寿。我也一直都是干这事儿的，我操！我哥我妹他们都已经结婚了，但是他们到现在还不要孩子。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可能我永远都不会结婚了，也不会要孩子，但是我会永远永远干下去。就这么个。你现在决定别转了，决定什么都是不对的，我操，绝对的。行了，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一边回头一边说。梁锦彤朋友们消失在看到前面吗？